爷爷传下来的。对，那另外一个是我爸爸传下来的。哦，我好像爷爷是一个名人，很有名的。不会就是啊，孙抗日将军孙元良，孙元良将军。所以你看这，他是这个将相名门之后，太厉害了，这正是优秀同是一代不如人。我是说。哎，这是有两，我就带两样东西。两样东西。哇，你这么喜欢吃水果吗？我们今天不是说带了两样吗？对，我今天已经决定好了，如果拿到这些水果呢，我会送给不对这几位漂亮的姐姐。不对，不对，你赢了你就要全部带走。对，赢了以后再三个，好吧？你再到环南市场再添一个，变四果去祭拜爷爷，才四个。对，来，一起来看看带来的传将